对，不特伦是我吗？不然么？然后就如果他不认识，一刀我砍他，他怎么能不认识我呀？我们关系很好的，你一个小菜鸟主播谁认识你呀？看我，现在9:37钟，我给 Deft 发个信息。我给你们加油很多，真的恭喜你们！我一个人觉得你们会3-2赢，这样快乐，等我就等我，一把打完几分钟会我。明天9点会我，记住了，德普特直接理我。连德普特都卡靠图要问别人，初步不冲别人的那个手机号跟那个卡靠图东西，谁都不冲。我想找他们就随便能找。主播的地位很高的，就是你们这都普普不行，别人这都主播很行，因为性格也好，做人也好。比如说，主播以前 S3、S4 打职业的时候，我只有7000块，但是 Looper，我就给那个 Looper 跟那个胖这些币，我就请他们吃饭。直接把买很贵的那种，然后就以后后来发现 Looper 加有钱的，我就对他们以前就还是很好。康熙王国是吗？SK 4周年那种古巴主播找我也不去啊，主要是，配要去吗？哎，找我干嘛呀？老子找了也不去，他们觉得我不会来的了。他们觉得我不会来的了，因为我看不起那种4周年。我不是没有朋友，自己不找我朋友好吗？德普特回我了吗？看一下，还没回我。啊，西班牙回我了，他说我来了韩国就晕了。感谢感谢，我问一下，爱我吗？他就说他晕了，来了韩国视察，视察懂不懂啊？为你什么了？资哈源，哈哈哈！来韩国我晕哎，掉怎么了，啦？感谢感对啊，谢。你就我感觉你推完线，你要稍微动一下，有的时啊，候，好，你，要不然你把他血量压得很残，你就骗不什出么？丫头了，你就我骗什你么？不压线，你就往下靠一下，他骗什就出不么了线了的。？OK，好，那我懂不下懂把这样啊？子试一下。是的，你啊，有的时候你在塔下也压不死他的话，你我觉得你最好要往边线靠一那下。我会什么？好，那我给阿姨压我力。吧，是的，你要给边线一点压力的。你还阿姨我吧，我怕了，你还阿姨我吧。主播地位高的，地位还是有的。